南非官员话，前总统曼德拉喺比勒陀尼亚嘅一间医院住咗一个晚上，接受身体检查。南非总统祖马星期日早上探望咗曼德拉，佢话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曼德拉嘅身体舒适，得到医护人员好好嘅照顾。祖马总统办公室喺星期六发表一份声明话，今年94岁嘅前总统曼德拉入院接受佢呢个年龄嘅人嘅需要进行嘅身体检查。声明话，大众冇必要感到震惊。